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以邻为善，以邻为伴，坚持睦邻、安邻、富邻，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。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中国外交全局的重要位置。你提到的有关南海问题，我要强调的是，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，同时愿同有关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有关问题，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宁。中国反对搞阵营对抗和小圈子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是开放的、包容的，不是排他的。近年来，全国人大发挥自身优势，积极与周边国家立法机构开展了多层次、多渠道、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，努力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民意基础，提供法律保障。